在使用如影 S 前，请安装好您的如影 S， 完成平衡调节。关于平衡调节，请参考 Ronin S 平衡调节教学视频。短按手柄电源按键开启手柄电池，再长按云台电源按键数秒，听到滴一声后，表示如影 S 已正确启动。平移轴无限位设计，还能实现360度的灵活拍摄。首先进入 Ronin App 配置页面，点击遥控设定中的通道设定，将映射通道三设置为横滚轴，通道一和通道二设置为 NA。然后长按模式切换键后，水平握持如影 S 进入手电筒模式，双击模式切换按键使云台回中，此时左右持续打杆，就能让云台在横滚轴方向连续旋转。感谢您的观看。